嗨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吗 ？Hello， 我吼我我，有人在吗？嗨，鼻孔很干净。嗨嗨，有人在吗？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 Friday night，Friday night， 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嗯哼，现在时间是几点了？10:45。10:45，你们在忙些什么呢？在电视机前面吗？还是在外面呢？好。我现在人在外面跟国中同学小聚当中，后面有人，对啊，后面对有很多人 ，Yeah， 嗨，雪玲，刚录完影吗？没有，今天录到7点左右，然后我去公司跟公司的人烤肉，对我们好看娱乐。好的，那么今天要播出的内容呢是。废弃的娱乐场所在算中台湾南台湾中台湾吧，中台湾稍微偏南的地方。那么那栋娱乐大楼呢，它里面有酒店，有 KTV， 有餐厅，然后它是整栋，总共13楼。那里面有发生过一些命案，还有火灾，多次的火灾。然后里面其实蛮恐怖的，因为它整个就是烧了一片焦黑。然后现场那个地方又遗留下很多当时，没有清掉跟撤掉的东西，就是以前像他们以前的什么 KT 录影带、录音带，其实都还在那边。对啊，什么真的好像鲶鱼哥，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鲶鱼哥。对啊，啊哈，想看钢管舞？对啊，等一下我会跳钢管舞、哦，刺激。阿仁欸，阿仁来了，阿仁已经加入。我现在整个人状态超呛的，因为我现在好想睡觉。我没喝酒，我现在也不能喝酒，而且我平常也不太爱喝酒，所以我现在呈现一个就是想睡觉的状态。大家会期待今天的吗？会期待今天播出的内容吗？嗯？那里的有点想去看，它里面真的蛮恐怖，因为它是。就是废弃的一个酒店，当然平常我也没有什么在去酒店哦，所以进到里面我也觉得哇好壮观哦，我想告诉你要提醒医生不要常常说好恶心，这样比较好，因为常说好恶心应该会让他们生气吧，对啊，好，我会再提醒医生，但相信医生应该有在看直播，我之前在捷运看过你本人，那你应该叫我的啊，应该叫我，然后我们就来合照一张。米朵莉，这名字好酷、哦。有比昨晚的精神病院恐怖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精？哦，对对，昨天我有直播，昨天精神病院很恐怖，有发生一些离奇的事情，看了就知道了。可以换角色扮演吗？你演男的，一当女的，感觉也不错。好啊，我其实也没想当男的，因为每次扮女装，我也觉得，哎呀，好像。好像想试试看男生，对。吴尊录影真的超拼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医生也很拼命，医生甚至比我更拼命。你在那里敢跳，胆子真大，没办法，因为制作人叫我跳，我也不敢不跳。然后现在呢，我所在的地方在信义区这边，外头下的大雨，雨蛮大的，然后来跟大家直播一下。比之前刺激吗？跳钢管穿网没有啊，没有穿网，所以脚磨到蛮痛的。不要乱碰东西呢，会啊，我不会再乱碰东西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呢，找一个地方可以躲雨，然后就可以很放心跟专心的跟各位聊天。但是我目前走到这个地方，好，在树荫下跟你们讲好了。
树边一棵榕树下，这边雨比较小，我这样过来一点，这样比较不会淋到雨。没错，彰化，接下来拍哪里呢？古屋到现在哪个最恐怖啊？我觉得上次里面，那集播了没啊？骨灰坛，基隆鬼庙播了吧？应该播了，播了，播了。那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。二傻都很努力，草根鬼你比较怕哪一个？我都很怕哦。其实好兄弟看得出来你是男生，应该是看得出来。我妈说Eason比较像女孩子，嗯，我也觉得。黑腹制作人，没错。而且我刚刚其实，制作人提醒我要记得直播这件事情。就我刚刚9:59，我刚刚很紧张说啊，糟糕，我忘记直播了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时间也是10:40了。哦，那糟糕，节目已经播了40分钟，后来发现不对，节目是11点才播，我每次都记成10点播，对，好像我没有忘记，为了钱要忍下去，唉，不会啦，为了各位的欢笑声我会忍下去，其实也不会忍啦，就是很开心去露营，就当作是去郊游 ，Yeah， 二傻超赞，可以去找你吗？来啊，我在 Brown Sugar， 可以来找我。在信义区，小小的同学会。我的名字叫柯柯，你的名字蛮酷的。你刚刚听到郭老师的声音，哪里啊？郭老师不会又出现了吧？要不要他出现，我要出外景了吧？你扮真是很美，我第一次看见你男装还蛮帅，真的吗？你第一次看到我男装？好，那我拿远一点。我今天其实状态蛮不 OK 的，因为我有点 so tired 的。明天一大早。啊，明天是我姐的生日，不是生日啊，我姐结婚。你看我现在讲话超呛的。明天我姐结婚，所以明天我要下去台中，就是参加她的婚礼。毕竟第一次结婚嘛，所以呢还是得慎重的参加一下。水草我也会怕，我连青苔都会怕。下次去宝可梦，鬼屋宝可梦，好嗨哦。对啊。And 今天晚上呢播出的内容其实真的蛮恐怖的。那个地方有出过人命，有闹过人命，所以它其实很真实。那它所有东西几乎都遗留在那边，都没有什么太多的移动。那也看到一些蛮诡异的东西。那Eason有遇到一些奇怪的状况。期待今天晚上11点来自星星也是好爸爸好兄弟喽，未来26频道。再过6分钟，节目就要播出喽。下次可以去金门吗？金门太远了。对，我也很想去金门，而且郭老师说金门是最恐怖的地方，因为那时候823炮战嘛，打了好几年哦，10几年吗？还是打几年？我忘记，很久很久很久。上面的上次直播在今天要播的 KTV， 烧毁的天花板有出现人脸，是有灵体吗？哦，这个我可能就看不出来了。不过好像听说真的有个人脸，然后不知道，可能要问小娜老师或郭老师咯。声音好听，好像有人说我声音是有磁性的，眼睛好大。没错哟，我的声音啊，我的眼睛是大的哟。你们有没有去拜拜？我好像没有耶，我几乎都是直接回家睡觉，然后没有去拜拜。还会有第二次结婚吗？不一定哦，应该是不会了啦。海蟑螂也会怕，海波浪我也会怕。喂，只要是草都会怕吗？会啊会啊，我光是看到草间弥生的草我就吓一跳了。那天看真真直播上有青色的影子，好怕，真的假的？脸色发青了吧。明天超好日，亲人亲戚娶媳妇，我也在台中。真的吗？那有机会希望可以遇到你哦。叫我郑瑞。你们去台中大坑吗？大坑好耳熟，台中大坑，台中大坑好像会耶，好像会耶，台中大坑啊，好耳熟，应该会哦。大坑，好，期待待会的逃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每次直播，就是每次这个时间直播，我都会想睡觉，因为脑袋呛呛的。对啊，
高雄好像有恐怖的废弃安养院、疗养院样子。好，可以把以下的地址跟详细内容提供给我们制作单位哟。适合扮女生，所以我当男生不行。去拜拜会比较好哦，没关系，就是平常心就好咯，不太会去刻意去庙里面走或是拜拜什么的，又觉得平常心。小娜老师不会跟我们去哦，都是郭老师跟我们去。草泥马会怕吗？会哦，当有个人在路上大喊我草泥马，我也会怕。真正怕草，为何怕草？不知道，就是忽然怕草。哦吼，哦吼，是 Ivy 吗？ Ivy 也加入了。嗨， Ivy 是一个漂亮的书画姐姐。哎，不能说姐姐，因为她跟我同年。台中好吗？台中不错啊，台中大坑卡多里吗？是，等一下，这是中文吗？台中大坑卡多里，应该是吧。Anyway 呢，有没有打算去其他国家？哦，我蛮希望我们可以飞美国的，异想天开。对啊，我也想要去国外走走。你的气色是虚弱，还是化妆的效果？你们的气色真的虚弱，我们气色真的蛮虚弱的。对啊。下次记得来新北市哟。新北市有什么地方提供呢？嘉义兵营，辛苦了。兵营哦，兵营蛮恐怖的哦，因为其实有些时候当兵啊，会有一些怨气在军营当中。那我是没当过兵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当兵的生活跟感觉是什么，只是听过很多当兵的传闻，遇到一些恐怖的事情啊，或是有一些遇到一些可能不公平的对待，导致就是饮弹自尽。雅歌花园是什么？好耳熟，喜欢看吴尊打扮的女人的样子，因为很可爱，包括声音很特别。不扮女生好看啊。云林有废弃的一星高职，废弃的一星高职。哦，你们提供好多地方哦。北投公园很多在走哦，北投公园那个是看得见的丧尸，可来花莲玩吗？我好想去花莲哦，因为我是花莲人啊，医生也是花莲人哦，我住花莲市区。哎，喵喵姐加入了，嗨，喵喵姐，我有记得直播，我没有忘记直播，虽然差点忘记，但我还是记得哦。费泰国体验一下，听说泰国的地方能体验哦，泰国听说超级多地方可以好好的体验的。哈哈，自己的在哪里废弃的拍摄呢？超喜欢你们的节目哟，谢谢王宝。珍惜很可爱，什么？珍惜很可爱，珍惜是谁？珍珍还珍惜，这是吴尊吗？好帅啊！对啊，不是飞轮海那个哦，是珍珍哦，我是珍珍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又来用珍珍的方式来跟大家直播，哈，嗨，顾明晴，这样子很傻耶。雅歌花园是全球可怕的第八名。雅歌花园在哪里？雅歌花园是游乐园，在台湾对不对？雅歌，我去过耶，小时候去过，真的蛮可怕。因为我在厕所被大喇牙给吓到。来屏东废弃眷村啊，那我们可能很早要出门，可能八点就要出门了，因为屏东蛮远的。但是我很想去屏东，屏东是个好地方。吴尊有在玩宝可梦吗？宝可梦，哦，我今天才把它删掉的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时间玩宝可梦。嗯哼，好哦，现在时间已经11点，准备要播来自星星也是淘宝宝好兄弟喽。各位记得把遥控器转到第26台未来综合台，来自星星也是淘宝宝好兄弟。然后珍珍也要准备进去店里面看电视喽，跟你们一起同乐。好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看到我是开心的。那希望等等看到节目，我跟Eason双傻也是开心的。那么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咯。下礼拜五晚上同一时间10:40再来直播跟大家聊聊天咯。拜拜。